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杜，又来给前辈做饭吃了啊。但是做饭之前，我先给他做一个炒米水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就是前辈就是怀孕到这现在算是第十周了嘛，就是最近2周开始，她慢慢的有一些孕吐的反应，尤其是大概1周前特别严重，有时候吐的话要吐一个晚上。那就是我在网上找了各种方法，就是。炒米水这个方法，我觉得对他来说是最适用的。如果大家家里有孕妇的话，也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方法试一下。当然，我们不能保证那个每个人都有效果嘛，因为这个东西每个人体质不一样。方法是真的超简单，准备一个小锅，然后一小杯米，开小火，等到锅稍微热一点啊，把米倒进去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留了一些。然后就是拿筷子不停地翻搅，等到米粒都金黄了就可以了。我这个可能炒的有一点点过了，大家就是炒到金黄色，然后有米香就好了。哇，这个热水泡进去真的很香的，很像那个叫什么玄米水还是什么？对，炒一次啊，你这样子的量啊，可以泡2次。就是味道还是很香的，第三次就没什么味道了。是不是喝了这个，像胃就舒服多了？缓解胀气一点。你在哪里看来的？某红书。那我看看电视剧啊，先吃一点，垫吧一下。你那个开始按了吧，就可以。开始按。我还没有生孩子呢，怎么一孕傻三年？昨天做饭的时候，这电饭煲没按，就放进去没按。就两个人吃的话，还是不要太复杂了。要尽量一餐把它吃完。你切了几个土豆？3个，因为有些已经有稍微有点小烂的，把它切掉了。我都已经跟那个苹果放在一起的，为什么还有一些会发芽？再炒一个大白菜啊，这个是我妈自己种的白菜，这个就可以放心的吃，绝对是没有打药的。就是看着不好看，因为有很多被虫子咬过的痕迹嘛。给它浸到下面去。快哦！这么快就粉了？对，7、8分钟就粉。喂，这土豆绝对好吃，乖乖。开锅煮。稍收一收汁吗？对。下厨开始了。哎，李明星，你说我们以后要用3眼罩吗？也没必要吧。不知道3眼罩实不实用呢？2个灶台够用了，多少用？3个灶台我觉得正好，其他你要再弄个什么东西的话，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西式的，你要像那个像那个，我们一般就是一个蒸一个炒嘛，像你那种西式的可能要几个东西同时做。翻开这个土豆，再煮下去我怕它煮没了，你没事。怎么了？炖饭够咸吗？够咸。你完了，我怕它煮没了，等一下。那关了吧，够了。我感觉这个已经淀粉在已经在汤汁里面了。淀粉无比。所以他们怕在店里面是勾芡的，勾芡才能卖得好点。我准备尝试一下，它能出这么多水分？这个
个白菜特别嫩，在冰箱里都已经冻了得有周了。我妈那天拿来的，我妈是十号那天拿来的。炒到你。哇，一下子粘稠了。嗯，东北菜的精髓，勾芡。我感觉东北菜和饭啊，好多都勾芡。你看是不是快餐店的样子？就这样好了。好了呀。不用再炒一下。不用了。我让醒醒喝口气。好像有点水。没有你昨天做的好。嗯。是吧？水还是有点放多。开饭，开饭。你看这个米还是有点发油。嗯嗯，你牙疼，味道淡了一点点。我盐放的是不少。但这个菜好脆哦。嗯，尝尝这个土豆，我靠，夹不起来都快，可夹不起来。哇，这个土豆真是粉的嘞。嗯。土豆太好吃，这个土豆是我在网上买的。真好吃，还便宜。嗯。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去那种西北啊、新疆那些地方的时候，就是你让我们念念不忘的那种土豆。很软很软。嗯。我们才煮了多少分钟啊？我感觉它已经成土豆泥了。12分钟嘛。嗯。因为我定时是20分钟呀，剩下的时候还有8分钟嘛。好，我今天牛肉、蔬菜、海鲜都有了，主打一个营养丰富。但是海鲜是我吃的，前面这个不能吃，大家可以放心。没关系，提前跟大家说一下，不然视频底下又在说，哎，前辈不能吃三，前辈不能吃三文鱼。我想说，前辈也没吃呀。饼干吃一块。这个汤巨好吃，有点土豆，有点辣，你吃到了没？不辣，我特别吃辣，是酸又是辣，哇，软的嘞！你看看这个土豆，这个牛肉虽然贵哦，但是真的还是蛮好吃的，有奶香。对，啊，有奶香，跟那种冻过的完全不一样。哇，太好吃了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的三文鱼好吃吗？我这次买的不好吃，这是网上买的。那天就是抖音直播间，我看他们在，就每次都半夜三更的时候。刷到了。刷到了。对，看那个主播在吃三文鱼，我就买了4盒。小豆以前不爱吃三文鱼。我很多人都是不允许带的。嗯。我以前，我一闻到那个榴莲的味道我就想吐，然后好像是前辈带着我吃榴莲。还有那个小龙虾，我以前是不喜欢吃小龙虾的，也是前辈带着我，结果好了，我比他喜欢了。现在对啊，下次你就知道那个土豆不用煮太长时间了，都化在汤里面。你老吃蔬菜呀？我吃啊，土豆也是啊。
它这个其实看着油脂还是蛮丰富的，但是就是不太黏，不香。对，而且他还说这个是法罗群岛的三文鱼，比挪威的贵啊。挪威的比就是一按一斤的价格来说，挪威还要便宜20块钱。我建议你还是以后线下要吃就一次性少买一点，少买一点这样子。这个汤真的好好吃啊！那我下回清炖。这个汤真绝了。这汤就是要拌饭。哇，这汤里面你看啊，沙沙的。嗯。那这个土豆我又买了，买了小的，我来烤那个盐烤土豆，也可以做土豆饼。这些就留给饼干了，现在给它烹饪。每天就给饼干吃这么一片，一片就够了。也不是每天了，就是有时候隔三差五的时候。还要用一个毛巾擦。哎呀哎呀，我乱了。啊，这个毛巾是干净的。啊，你要用这块，这个毛巾是擦面板上面的，那你这两块都有油污了呀。对啊，那你再拿出来一块嘛，因为我这块我擦了好久了已经。哎呀妈，这乱套了，算了。